现在才拍前面几集而已，就是好像觉得小三该吃的苦开始已经有开始了。你若是有恁囝说笑，也骗人去杀你，你得当交出来啦。嗯，我绝对跟你拼命。他也去游泳了，该漏的我也漏了，各位，好不好？我昨天整个晚上没有吃饭，就为了要给我们看。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穿的蛮有诚意的。想到了啦，原本哦，我是差一点半就叫车弄到。啊，好像有一台车在足紧的，昨日我面头正甲动的，所以我才不要紧无代志。本来我是想讲爱共说多些嘛哦，啊，不过结果我是紧张哦，啊，才死死糊弄去啊。我目睭闭紧的时候就变样。现在才拍前面几集而已，就是好像觉得小三该吃的苦开始已经有开始了。你若是有恁囝说笑，也骗人去杀你，你得当交出来啦。嗯，我绝对跟你拼命。他也去游泳了，该漏的我也漏了，各位，好不好？我昨天整个晚上没有吃饭，就为了要给我们看。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穿的蛮有诚意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